的天空，我也想太空，为你游柔，跟不上这时代，大胆与放纵，让自己自由，在向往与你。别把我跟你妈算的是一国，奶，你这小没良心的！前些时候我是怎么照顾你的？啊，到头来啊，你还是像你那个没知识的妈，真是白疼你了。啊不哎，啊你对小兰的好，小兰怎么会不知道嘞？啊，有一句话讲吼，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啦，吼，啊我是她的母哎，啊你是她的阿妈，啊她的心不止向着我，她也向着你呀，啊怎么连小兰的醋你也要吃嘞？阿母哎，啊，较早吼，志雄吼，啊，常常夹在我们两个之间吼，做什么夹心饼干呐？他真的很难过嘞。啊，现在难道你也要小兰啊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做什么三明治哦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胡说些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三明治、夹心饼干的，这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。啊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啊，我又说错话了啦。啊，你也知道我这张嘴啊，吼，啊，就好像那个没有关的那个水龙头一样，啊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吼，啊，这样子常常会说错话啦。哎，我该死啦，啊，我该死啦。哎哎，好了好了，那呢，你原谅我吼。阿母喂，来啦来啦，喝鸡汤啦，你看麦啦。赞你个头啊，以后炖鸡汤啊不要放这么多当归，能出味儿就行了。阿布啊，以后我一定改进，一定改进的哈。好了，别三八了，去把鸡汤端来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喝。唔免啦，你甲小兰啉就好啊啦。我唔免啦，有一句话讲吼，食苦就是食补，我食苦就赢啊，唔免食补啦。你废话真多哎，我叫你补你就补嘛。好了好了，啊哦，等一下拿来吼，我们三个一起补啦吼。哎，小兰，你看，阿妈一高兴吼，阿母也沾光嘞，这就叫做鸡犬升天呐，对不？鸡犬升天呐。没知识还乱打比方，真是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个二百五媳妇？好啦，阿母哎，啊你不要生气啦，啊你比较有知识嘛，啊以后你多教教我就好啊，对不？啊，我去把那个鸡汤整锅端来了哈。那放一点。哎，好像永远少根筋似的。小兰呐，你将来长大可别像你妈一样啊。啊，
奶奶，你先喝鸡汤嘛，我帮你盛饭啊。你现在觉得怎样哈、啊？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冰冰凉凉、香香甜甜的感觉哈、啊？我跟你说哦，我这里面哦有牛奶啦、蜂蜜啦，还有蛋白，还有芦荟哦，哎、欸、对对，还有那个维他命 E 啦，你看哦，我现在又给你加上这么多的这个柠檬片呢。啊，现在这些材料加上工钱哦，如果在台北做的话哈、哦，啊最起码哈、哦、要2800呢。啊，我给邻居这样做一下哈、哦，也要580。啊不，我算你更便宜啦，180就好了，而且哈、哦。不用付现金了、啊、记账就好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要现金我给你就是了。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阿布，你同样的话已经说了一个多钟头了，你能不能让我耳根子清静一点啊？口水喷了我满脸，谢谢你啊，你饶了我了好不好？不要再说了。好了好了，阿布，阿里不能说话的，阿里一说话哦会有皱纹的。哦哦，我给你按摩了。嗯，好。好了，阿布，啊，你看你这样整体造型起来哦，啊，真的很像埃及艳后嘞，真的。嘿啦，你来看嘛，你看嘛，看看，是呀、啊。哎呦，你看这口红擦这么红，还有这两个耳环，哇，我这么老了还戴这耳环，哎，不要拉了耳朵，拉掉了，拉耳朵，小心我戴了太大的耳环了，买的，不要了。不是的话，总之，哎呀，我不要弄这个头啦，像个高丽菜一样，我不要啦，不好看呐。阿布，阿布，帮你修指甲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要，我的手可不能随便乱修的，一修啊，手气就不顺了。阿诺，啊，手酸是不是？啊，我帮你抓一抓啦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是手有点痒。手痒。哇啦！啊，我那里吼还有客人留下来的那个保护手的那个药膏啦，过来吹。哎，不用了啦。哎，嘿嘿，小兰的婆婆啊，哎呦，看你的脸都出道了，你手痒啊，是不是想打牌呢？哎，阿妈，昨天我经过你们家，听到你们家屋子里头啊，屋子打麻将的声音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想吹一个？阿婆喂，唔通啦。啊，阿婆因到去空吼。这个臭头臭得很凶哦，而且赌博赌得很大嘞。哎呦，我嘛不是讲的安尼，我嘛没办法啊。啊，我咧碰多哦，不吃头路啦。啊，干脆安尼蹲一个搬一个哦。啊，若无出去外口搬哦，我顶多跳哦。哎呀，打牌嘛，就是要打大牌过瘾啊。我打牌向来是嫌小不怕大。无脑木啊，啊，电视嘛有讲啊，啊，赌博有害身心哦。我要是不赌博啊，我这身心完蛋得更快。阿妈，走了。好，走走，有点赌本啊！阿布，姑姑，你看看你这媳妇怎么当的，跟你要点钱，那个脸就跟个死人脸一样。算算，不跟你要了。阿布，够了。
5000块哦，啊，你要慢慢玩哦，啊，不要一下通通给他输掉嘞。我呸呸呸呸呸呸！我还没赌呢，你就咒我输，真是个乌鸦嘴。啊，走吧，啊啊啊，走走走走，哎，行行行。你嘛有看到？啊，我不给他行吗？那唔好伊吼，小等下佫拍歹感情。啊，你也知道，我跟我婆婆两个吼，好不容易才和好的，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呀、啊，对不？啊对啦，啊对，啊顶摆我甲你讲，请你替我婆婆做媒的代志，你有去替我找人无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哦，啊，我真的很想给我婆婆去给她嫁掉呢。那婆婆替她找一个男朋友也好啊，要不然吼，她每天跟我在这个屋子里吼，一天到晚找我的麻烦，我实在都快受不了啊啦。哎呦，你婆婆眼睛吼长在头顶上，我们这边的男人都怂又无赖，她怎么看得上眼啦？哎呦，至少吼，拿去带几个来看卖对不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定爱有爱心，爱有钱哦。喂，喂，小兰啊，是我。志宏，你哪搞这么个打电话回来啦？哦，我都急死了呢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才安定下来，我把地址告诉你，你记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好，稍等一下。没有关系的，不要紧的，你慢慢催啦，我不会给你压力的哈，不要紧的。小兰很好啊，阿布也很好啊。某种，我们都没有吵架啊，现在都没有吵架呢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你代我问他们好好不好？那没事，我挂了。某总，志勇。啊。还有事吗？志勇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句话啊？什么事？你说。啊，你真的没有去找那个唐玉玲哦？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？那没事，我挂了。冯总，志勇。啊？还有事吗？志勇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句话啊？什么事？你说。啊，你真的没有去找那个唐玉玲哦？没有啊，当然没有啊。安尼我都放心啦，阿志哦，你不会怪我小心眼吼？当然不会怪你啊。安尼就好啦。志哦，你有想我无？我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你若歹势就莫讲啦，我知就好啊啦。那再见了，秀兰，你多保重啊！你嘛赶快，你家己都要保重啊！哈，再见了。再见。秀兰呐、啊，那个唐玉玲是什么人啊？该不会搁有咯？你是咧轻笑呀？
但志荣也无伫咧，我怎么会有啦？对吼，煞袂记的啦。你稍等下啦，我进去吃个胃肠，啊，顺便拿汇钱给你啦，吼。你也太大意了，你的肝指数已升到快200了，你居然都没有看医生，你已经有肝硬化的现象。肝硬化？我较早吼是有啥物急性肝炎呐，但不过我拢已经好啊呢。其实你并没有好，而且呢还从急性转为慢性的。你的肝硬化呢，完全是因为慢性肝炎，始终无法痊愈，而且呢再加上你过度疲劳所引起的。医生啊，伊要怎啦？其实只要定期的追踪你的验血报告，然后呢，同时注意你的休息，还有再加上呢，你要使用高蛋白的食物，然后避免传染你的家人。阿娇啊！我破病遐尔严重的代志，你唔通甲我大家讲哦。我是惊伊会紧张啦，啊，即马志宏啊拢无伫厝啊，啊，我惊讲吼，他会没有安全感啦吼。啊，搁再讲吼，我甲伊的感情吼，啊，好不容易才培养好嘞，哦，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吼，又让他不高兴啊，知不？哎呦，你即马在咧讲遮，真是的，你应该住院好好的休息啦，不应该。这么快就回家？没事没事啦，哦，我们家不能一天没有我嘞，对不？今天要给你吃红，真的？奶奶赢钱了，哎，200块好不好？拿着，谢谢奶奶。对，哎呀，秀兰呐，来来来，啊，这5000块钱呢，还给你。另外呀，给你1000块钱加菜。阿布，阿里好像手气不错，赢很多钱呢。哎呀，你说悬不悬呐？我今天跟阿满一出门啊，就踩了一脚的鸡大便，我还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啊。没想到一上牌桌啊，就拼命的自摸，我才知道我踩的不是鸡大便，是黄金呐！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啊，对阿母啊，哎，啊，志勇，我看你会进来哦。真的？那爸爸你们说什么啊？志勇找到工作了没有？伊无讲呢，伊跟我讲找着大个所在尔。轻一点啦，阿妈赢钱呢，都表示讲吼，咱家吼要出运啊啦。吃饭。怎么了？不说吃饭了吗？怎么不吃呢？妈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啦，啊，可能是吼有一点累啦，我先喝一口水啦吼。对了，阿布哎，啊这个杯子吼，啊有写我的名字对不？啊，这是我一个人专用的哦，啊你们不可以用哦。咖啡的，咖啡的不卫生呐，不卫生。对啦。哎对了，今天桌子上怎么多了一双筷子跟汤匙啊？哎，阿布哎，啊以后我们吃饭吼，
用这个公筷母匙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迄个电视有教讲吼，安尼比较较卫生啦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嫌我不卫生了。不喏，不，不诶，是我今日有去病院啦，啊医生讲我的肝病吼又犯了啦，但是吼不严重啦。只是他说吼，我有什么 A 型啦、C 型啦吼，啊是比较麻烦的啦，所以吼，伊有交代讲吼，叫我不要把他这个肝病吼传染给家人啦。你要死了你！现在才说，我们跟你同桌吃饭了这么久，怕不早就被传染了？你呀，真是个没知识又没卫生的女人，你想害死我们是不是？不吃了，从今以后啊，你休想跟我同桌吃饭，真倒霉。奶奶，你不要这样嘛。妈妈又不是故意要把病传染给你的，而且妈妈也是今天去医院检查，才知道自己肝病又犯啦。嘿呐，母诶，你若是惊讲吼会被我传染到吼，你若有闲吼，林刚吼，甲小兰吼去医院做那个肝功能检查都知影啦。用得着你来教我啊，小兰，跟奶奶出去吃。不要，我要在家里陪妈妈。不识好歹，算是白疼你了。你呀，最好以后啊离你妈远一点，否则被传染了，我看你能活得了多久？哼！阿布伟，妈，你不要难过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嘞，好像我不管怎么做吼，你哪骂吼都不会满意耶啦。我本来也不会告诉你们我有得肝病的事情呢，可是我哪么讲吼，我又没有办法让你们预防，不要去传染到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骂我嘞，我也不愿意得这种不卫生的病啊。就带你哦，爸不煮早饭给你吃。妈，你不用起来了啦，早饭我已经吃过了。你脸色好难看，再多睡一会好不好？不行了，不行，再睡了。妈，你有必要多休息啊，而且你最近好像变瘦了，脸色也越来越白了。不要紧啦，啊，你以为阿母买这么多化妆品是干什么的？对不？啊，等一下哈，给他化一化，装一装，啊，尤其那个口红哦，给他擦红一点，啊，谁看得出来阿母在生病啊？对不？哎，阿妈嘞，啊，昨天晚上他又去打牌啦，现在还在睡呢。那呢哦，那就不要去吵他了。啊，对了，啊，你要记得哦，那有闲吼，跟你阿妈去检查迄个肝功能看卖啦，吼。嗯，知道了。赶紧，赶紧上学，啊，不要迟到了。妈，再见。见。行好哦。好。
请你保庇阮大家的身体健康。阮志勇啊，事业顺利，小兰的病紧好起来，师父和小熊，拜托。菩萨，我没有留留，请你爱保庇，保庇有秀兰哦，伊肝病紧好啦，伊是一个好人呢，你保庇有伊平安无代志，长岁寿啦，伊是我的好朋友呢，请你保庇伊吼，请你保庇。是安怎？你要紧无？无遮济济尔，遮济才能够行啦。你要紧无啦？哦，我就知咧。你早起一定阁无食吼。哼，你哦。我买一碗地瓜汤来食，遐咧卖地瓜汤啦吼。紧嘞，紧紧紧紧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快吃袂落啊！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大家好姊妹啊，你客气啥啦？秀兰，恁婆婆知影讲你肝病，阿有讲安怎无？无啦，伊无讲啥啦，干那讲我。没姿势又没卫生啦！讲什么瞎话啊！哎呦，恁那婆婆哦，哪会遐尼无天良啦？你肝病呢？安尼做到安尼肝病啊，还佫无甲你抱一下，甲你疼一下，甲你顾一下，佫讲你没姿势，佫无卫生哦！吼，伊实在有影哦，心肝有够硬啦！嘿，有影无道理呢？伊的心肝遐硬人哦，应该伊肝会硬活呢。啊，奈你心肝这两个人哦，你管硬我啦！哎呦，天公伯啊，我这小鸟哦，无公道啦！来来来，我来叫你碗猪肝汤啦！哎，紧吃紧吃，吃肝可以补肝哦。嘿啦，紧嘞，补一个补一个。太谢啦。袂啦，哎呦，我唔请你，你也唔甘吃咯。你嘛，唔知要安怎讲你。就是安尼，啊对啦，秀兰，我留一块卤素肉吼，你提转去吃啦。买啦买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。安尼偌济钱啦？啊，姊妹啊，常咧讲什么钱？我甲你讲啊，提当去补一下吼，这好康个吼，还家己顺嘞，免得阮台湾补恁个大家啦，无甲抓啦。后摆吼，赚较济钱，甲幸福就好啦。哈，多谢啦，歹势。什么咧？多谢啦。看到恁个婆婆吼，我甲伊哦是看到哦足袂惯势个啦，看到足袂做哩。我生目睭毋捌看到迄个婆婆遐尼歹。你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吼是恁无了解伊。啊，伊心肝吼袂歹啦，啊，干那迄支嘴尔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伊嘛对我袂歹啊。啊，伊啥物时阵对你好过啊？像伊那个那么没有良心的婆婆，你就是将心肝乌给伊看，伊搁嫌你臭车哦。就对，你莫搁戆啊啦！哎，秀兰啊，你为恁人呢哦，做牛做马啦，啊为恁这个婆婆哦，安尼拖死拖活啦，我看你这条命有偌济通好拖啦，你哦今晚就去苏州卖鸭卵啦。卖啦。我这世人吼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岁月还袂还清的，阎罗王袂遐早就收我转去的啦。阮小兰的病是一世人的病，伊需要我来照顾。阮志勇啊，伊还袂出头天，伊嘛需要我来照顾。阮大家，伊即马啥物拢无啊，伊嘛需要我来照顾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遐尼爱照顾啦，迄个也要顾，这个也要顾。好啦，我爱管你啊，随在你啦。你哦，顾来顾去哦，佮你这条命哦，若去错起来哦，你要后悔就来袂赴啊啦。袂啦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志勇。就算工作到死，我嘛心甘情愿。我袂后悔的啦。啊，你哪遐戆啦？对伊遐尼痴心，啊，万一也变心，看你要安怎？袂啦，阮志雄伊袂变心的啦。哎呦，你足戆的呢！人讲查甫人哦要变心哦，迄时哦你想袂到的呢。嘿，人讲哦睏半山岭树哦，迄抓因翁的心肝嘛抓袂到。你讲放伊家己一个伫迄台北哦，迄台北哦是足超我的呢。哎呦，迄台北生查某囡仔偌济呢？迄若要变心哦，一个时阵尔呢，啊你哦看看袂到啦，啊管嘛管袂到啦。哎呦，我管你个心理准备啦。袂啦袂啦，阮志雄伊袂变心的啦。恁两个唔是还阁有代志，
恁无闲做哩。啊对啦，我本来想遐钱啦，我先来去吼。啊，你点了这，等下要家己转去哦吼。紧的啦，我想遐钱较重要啦。我奶奶，我是爱伊好啊。你袂变心的，你若变心，一定要支持下去，我袂晓倒，我袂晓倒。吃越多，这可不行啊，小姐。没有关系的。马强他问过医生，医生说啊，这个药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可以长期服用的。马强他还跟我说，哎呀，好了，马强马强的，你怎么搞得现在一天到晚马强马强，好像中了他邪似的，一天到晚挂在嘴上。你以前不是很讨厌他吗？怎么现在越来越放在心上了？他呀，你看看他那对眼睛。长得就跟贼眼一样，一脸的桃花相，他更不是好东西。他要是好的话，就不会一直让你吃药了。你不要对他存有偏见嘛。他这个人其实不坏的。你说像上次你不在家，家里来了强盗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度过。我一个女人。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，举目无亲的。我虽然有钱，可是钱并不能带给我安全感。我常常觉得自己好没有依靠。就像那天晚上发生那种事情，我真的是不晓得该找谁来帮我才好。以前那些追我的人，也都一个个离开了，他们对我不再有耐心。你不再送花来，你不再送卡片来，甚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有了。只有马强，他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样那么热情，那么殷勤。就算他人有什么不好吧，起码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。当然了，他是想你钱，还想你人。小姐，你不要糊涂了。我不糊涂。钱我有，人家也有啊。那你要说人的话，你不要忘了我是结过婚的。说难听一点，我还是个寡妇呢。小姐，可是人家他马强他可是个没有结过婚的单身汉。哎呀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被他的厚脸皮感动了，对他也有意思了？刘嫂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嘛。我只是很客观的在分析一些事情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被他热情的攻势给冲昏头的。不过，最近也逐渐发现，他在我心里面好像开始有些分量了。什么分量啊，小姐，你最近啊是连续受了一些打击，人很脆弱，心情也很沮丧。
心情在最沮丧的时候，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安慰。偏偏你以前那些朋友现在又都不在你身边，只有那个马强，前鞠后恭的跟你献殷勤，他根本是趁虚而入。就算是吧，可是这些对现在的我来讲是最有用的。刘嫂，我真的好孤单，好寂寞。以前还有个公司给我管，现在公司没有了，应酬没有了，客户没有了，连朋友都没有了，真的好凄凉啊。小姐，你呀就是这么多愁善感。今天外面天气很好，不要闷在家里，我们一起呀带小宝到公园去走一走。好啊。原来生养他的父母了。哎，小姐，对对，有件事，对对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对对对，什么事啊？是关于有什么话你就说呀。就是关于小宝他爸爸来过来。你是说那个陈志雄？他什么时候来过的？就是你服药过量送医急救上了报的那一天呢？你没有告诉我？是他不让我告诉你。他看了报纸，心里很担心，他忍不住就跑到医院里去了，但是还是不敢进去。然后呢？后来他就跟着我们回到家里，到了门口，他还是不敢进去。后来是我推着小宝出去玩，我才发现了他。那他有没有说些什么？他看起来什么样子？怎么跑到台北来的呢？找到工作没有？他们家人是不是也都来了？你这么关心他呀？我跟你这么久，从来没看你对一个男人这么关心过，像陈世雄这样。你是不是喜欢他了？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喜欢他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那个张台生了。你胡说八道你。他是有老婆的人，不然的话，我也觉得他蛮好的，总比那个马强要好多了。你越说越离谱了。要说啊，你头又好痛了。啊，我有带头痛药哎。来，宝宝乖呢，妈妈拿药药。小熊，真的是小熊，啊！我的小熊。
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呢？小宝呢？就在这儿画点东西、啊。你常常来。偶尔。你呢？我也是偶尔来，多半都是为了带他出来。他喜欢出来玩，每次一出来，他都好开心。看得出他很开心，他真的很开心。姐，谢谢你把他带得这么好。你可以跟他多相处一下，没有关系的。嗯，我想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想，我们是不应该再见面的。小宝有时候这个样子，莫名其妙的忽然发起高烧来，我想可能跟他的先天性心脏病有关系。所以啊，自从我把他带回家之后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胆战心惊的，比今天还要危险的情形不晓得已经碰过多少次。我已经能够很冷静地面对了。玉玲，真不知道怎么样对你说出我的感谢。我现在才知道你的付出是多么的伟大。还有你，刘嫂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别这么说，这是我该尽的本分。王医生，小宝情形怎么样了？小宝的情形已经稳定多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这位是一个朋友。黄医生，我上回跟您提过的，就是关于给小宝开刀的事情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老这样子发病，我真的好担心耶。关于小宝开刀的事，上回我已经跟马先生说过了，难道马先生没有转告你？他是跟我说了，他说您的意思是认为说小宝年纪太小，你怕他抵抗力太弱，所以要晚一点再给他开。可是我总是希望他病能够早一点医好，我才能够放心啊。是，我了解。等到合适的时候，我会尽快安排小宝开刀的事。好吧，我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吧？可以。刘嫂，嗯，刚才那个医生说的那个马先生，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他呀，我看是不务正业吧。现在啊，他正在追我们家小姐，死皮赖脸的，我看到他就烦。我啊，就怕他将来会变成我们小宝的爸，那不知道怎么办。
有可能吗？谁知道啊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马屁。我刚才告诉你的话，你等一下不要跟我们小姐说，我怕她等会儿又会怪我多嘴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还进来啊？啊，来了。会不在家呢？他不是已经很久都不出门了吗？而且他也知道我要来看他了，会去哪里？我想，我该告辞了。陈先生，你要不要先进去坐一坐？对呀，你在医院陪我们一下午，一定很累了，上去喝杯茶嘛。不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谢谢你让我做了一下午的爸爸，我这样已经很满足了。照说我们不应该再奢求什么的了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一个下午的。可是现在，该是我跟你和小宝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你上去陪陪小宝，等小宝睡了以后，你再走嘛。只能在迷雾中，在你。